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6年平定岭南。秦末，南海郡尉赵佗兼并了岭南三郡，建立南越国。南越王赵佗在今天的广州，营造了都城、番禺和王国的宫室。 南越王宫内发现的宫殿和御花园规模大，建造精巧。宫殿的台阶是雄纹，石质柱处栏杆，散水用印花大砖铺砌。 卵石饰边，屋顶用琉璃釉瓦和万岁瓦当。御花园。 由一座石构水池和曲流石渠组成，水池呈斗状，池壁的石板上刻有一个斗大的“潘”字，是当时番禺城的简称。池水通过木质暗渠流入曲流石渠，石渠长160米，蜿蜒曲折，急流转弯处形成漩涡。 弯月池中龟鳖游鱼成群，池上亭台楼阁美景尽收眼底。石渠中有渠碑泻水，涌出粼粼的碧波，使人联想起唐人刘禹锡诗中的“芳林新叶催沉夜，流水前波让后波”。 园内闲庭信步，其乐融融。南越御花园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考古发现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典皇家园林。南越丞相吕嘉反汉，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出兵平定，汉军的一把熊熊烈火。 使这座近百年的宫殿转眼间灰飞烟灭。